大家好，我是 Kenji， 我支持环保，我会把垃圾分类。我出门的时候自备环保袋，我购物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用塑料袋。我是地震命令界，我只吃台湾本地产的食物。我出门会骑脚踏车。我爱往山边。我爱我自己。我刷牙只会关紧水龙头。我会随手拔插头，还有养成关电源的习惯。我只吃本地的食物。我每次出去的时候，我都带我自己的筷子。会养成随手拔掉插头关掉的习惯。我会最我最外面的时候吃桌子的时候，我会带一个筷子吃。不要用烘干机，请自然晒干衣服。我会做好垃圾分类。我有不要的手机、电脑、三 C 产品，我都会回收。我出门都骑脚踏车的。我养成随手关电源、随手拔插头的习惯。我会做好垃圾分类。我只吃本地食物。我的 DJ 控，我会做好分垃圾分类。我爱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，我爱地球，跟着爱，谢。我出门自备环保袋，不用塑胶袋。乱丢垃圾，也会做好垃圾分类。OK， 我都喜欢吃台湾道地的食物，而且我都喜欢跟台妹去吃哦。我出门都吃啊，想吃肉，多吃菜，也可以跟我一样漂亮哦。我会穿着我旧和不要的衣服去。在你自己的快车。我没有，不用你的那个他新的快车在自己的。我分类的是，我喜欢的是分类。我身边的所有人，出门都骑脚踏车。再见喽！我不乱丢垃圾，我会做好垃圾分类，我的电池都是回收。我会开始在家里用纸简单的盆栽。我会